欢迎收看2013凯擘梦幻之星的总决赛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佑丽，我是王新田，大家好，我是顾文浩浩子。相信所有有关注梦幻之星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，今年我们凯擘多了一项创举，是的，也就是我们开创了网络电视平台，全新的哦，凯擘 TV， 而且听说在网络上赢得了非常多的回响。现在呢，我们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的时尚评审团。首先欢迎的是知名建筑师黄永宏老师，你的时尚名模洪小雷。第三位是资深服装师吕方志老师。好，我们欢迎花莲文化创意园区的执行长安玉倩安老师。好。61年的开始了，那我们今年第七届喽。对。毫不简单的7年，那么我废话少说，我先宣布第七届梦幻之星开始。